我最多还有两把打不过，我打过了也得给人送月卡。八二级胡桃，武器家里灭尘，四追忆一命的天赋995，面板是这样的。八十一级的野蓝，武器拿的飓风点弓，生油雾四绝缘，零命的天赋190，这是面板。八十级万叶拿的铁红刺，生油雾四封号，天赋145，817的精通。八十一级班尼特，武器拿的飞天御剑，生油雾带的四宗，零命，天赋119。八十一级的香菱，武器西风长枪，生油雾带的四绝缘，手上并没有枪满，天赋11级翼，12级大招，面板是这样的。七十级的莫娜，武器精武的讨龙，生油雾带的4000岩，天赋8级大招，满级行凶，拿的疾风剑，生油雾带的四绝缘，天赋7级翼，11级大招。20级的凯瑞亚移民，武器拿的40级精翼暗铁剑，生油雾带的两宗两绝缘，没有强化，天赋111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差异，克星2.1没满。80级的胡桃，哎呀，你这是不是明显伤害不够啊？我最多还有两把打不过，我打过了也得给人送月卡，那你慢好多呀、啊。上了莫娜就不如行凶过得快了，这伤害一言难尽呐。完了，卡充能了，最尴尬的时候。这些配对都不行，上星球也不行，最快的配对就是这个了，就等那个三个小法师一起过来，然后就过来，就这个配对是最完美的队伍。喂、哎、有戏，怎么说，其实这个队伍行，可以打，因为这个队跟上个队不一样，我感觉已经到极限了，那个过来好一点，这一把就过了，那他过来不过来吧，那这明摆着是背刺了，兄弟，这一把有戏啊，过来，必过了，死了我也过了，这样的话也不算慢，咱们基本只要是赌上一把，他三个在一起的一起过来，只要随便来个三个一起来的，只要是有一次就行了，没任何问题，拿下，那该送我还送了吧，应该是刚刚好最后一把，但是我也送你吧，知道吧。 Nice